是刚光也是长长。哎，白领教练，109年3月20号。瑞芳转中站9:35出发的是2月19日，回香港花莲的 PP 之桥。1419沿线，然后树林的要515圈的，也是1319沿线靠树林的要515圈的，在瑞芳站关闭前往此地。然后这是2月19日香港花莲面的 PP 之桥，拜拜。拜拜，我的11314，用岩岩靠树林的，用515圈呢。啊，在楼上那是2124的关闭车门，在楼上那段是。我有次将北回向看花莲的 PP 机场上，在瑞芳站关闭车门失利。此将北回向看花莲 PP 之桥啊，在瑞芳站失利，拜拜。今天呢，再见。